纸浆画，我不知道画什么。以你这种手残的程度，最好画一个大色块的。知道了，画个太阳。你今天是画鸭子呀？画个大鹅，都敢挑战白天鹅了。先看看大岩的白天鹅，再看看小圆的太阳花。你看我这嘴巴，多少纸都不够你造的。嘴大吃四方嘛。我画完了，这纸浆画都画两天了，咱这次必须玩个大的。那今儿谁输了，谁包场请对方看电影的？没问题，我今儿肯定赢。要不然我再蹭两笔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，白岩，看镜头，拉票环节又要开始了，开始拉票，是不是？趁他还没有结束，我今天继续拉个票。大家还是冲我这张脸啊！虽然咱这画这个大鹅有点不像大鹅，用力过猛，不用拉票了，我不画了。嘉嘉坐好了，好不好看？说好看。一号小圆，二号大岩，选谁留言哦。